大家好，我是赵老师。那有网友留言跟我说啊，说老师你天天讲这个主笔，主笔遇到主笔我们要给它放出去，要强调它。但是呢，我有点搞不清楚怎么样能是主笔，什么样的笔画是主笔，我们怎么去找这个主笔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来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啊。其实简单的说，这个主笔在我们汉字里面呢，它就是起到一个主要的作用。我们一般都是找那种放的比较开，延展性比较好的，爱写的大比较长的那种笔画，一般是作为主笔的。你像哪汉字里面哪些笔画是作为主笔出现的？一般是长横、竖弯钩这种，哎，比较饱满舒展的这种竖弯钩，然后垂露竖、悬针竖，对不对？撇捺或者是斜钩、竖钩、竖提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你像这一类笔画，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延展性比较好，可以放出去，可以伸展出去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像这一类笔画一般都是作为主笔出现的，这给大家说一下啊。那你看啊，我们来结合列字来给大家看一下。你看，比如说配字这个字，你看它主笔是谁啊？哎，悬针竖，你看它放出去的是悬针竖，所以我们管这个字，你看这个笔画就叫它的主笔。那梁字是捺和竖提，延展性比较好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两个笔画可以作为它的主笔。然后简字，你看竖钩，还有右边的撇捺。当然啊，我给大家说一下，主笔不是说一个字里面就只有一定只有一个主笔，它可能有两到三个，这都是有可能的啊，这个要一定要记住。你看包括珠子里面这个字是一个左竖右放的字，你看右边放的是什么？哎，这个垂露竖拉的比较开，撇捺放的也比较开，哎，它就是有两到三个主笔的，是不是？包括金字有什么？撇捺组合，兔子有撇，还有竖弯钩。你看这个季字长横是放出去的，包括放字放的这个是右边放的是捺画。你像这种放出去的延展性比较好的这种笔画，拉的比较长的，我们一般管它叫主笔。哎，我们怎么去强调这样的笔画呢？我天天说你要找到这个延展性比较好的，我们把这个主笔给它找出来，然后其余的部分要收来体现这个主笔。哎，有收有放，当一个汉字里面你体现出它的收放关系的时候，它就显得舒展大方了。有的同学说，老师，你说的把这个字打开放开是写大的意思吗？我说的不是写大的意思，我说的就是让你把这个收放关系给它强调出来。有的同学你看，比如说写这个，我们随便举个例子，就说写这个配字吧。你看有同学，你看我一说打开三点水写的，它就写的特别大，然后右边你看，右边也写特别大，这个都写大一些，你看哈，你左右两边都写这么大的时候，你就体现不出它的这个收放关系，整个字你看它还是不显得舒展大方，只不过字大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三点水你看给它收小了，是不是这个悬针竖就体现出来了？它就看上这个字就看上去显得舒展大方，因为这个放是相对于收来说的，你有收才是有放，它俩是相对立的呀，对不对？你两边都写大，两边都写长，怎么来凸显这个悬针竖？没法凸显它，对不对？我们找到主笔，你想凸显它，就一定要把别的地方要给它收来衬托它，就好像矮子里面拔高个儿似的，这个高个儿在矮子里面它才是显得鹤立鸡群，对不对？如果站在高个儿里面，你还能体现，还能看出来它高吗？就看不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这些字，我今天给大家举的这些范例里面，它都有一个收放关系。你看梁字，它下面放的是竖提和捺画，伸展的比较开的，对不对？捺画往外放，你看上面头部就收的比较紧，哎，这一块它就收的比较紧。然后简这个字，左半边它这个提手旁它是竖向放开的，右半边是怎么样的？横向放开的，撇捺是往两边打开的，是不是？你像这种情况，它是竖向放开，它是左右两边横向放开，但是你不能两边都竖向或者两边都横向，你想两边如果都长，你体现不出这个收放，是不是？两边都长了，你怎么来体现它收放？或者是两边都宽，这个字就会显得又宽又扁，它也不好看。所以它是竖向，它呢这边呢它就怎么样，是宽的，要短一些，要短一些。这个珠子你看右边有竖向往下走的笔画，那你左边就得收，是不是？哎，这边竖往下
竖往下伸展了，那这边就要怎么样，就要短一些，它有一个竖放关系来衬托这个竖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再来说右半边这个竹字，竹下面有撇捺组合，上面两个横就是短的，因为撇捺是往两边打开的，所以上面就要短，看见没有，这是它的收放关系。你看金字上面撇捺组合打开，下面就要收，这个兔子下面有撇和竖弯弓往两边展开，那你上面就是窄的，看见没有，季字中间长横放开，它上下都得窄，看吧，那个放字右边有捺画展开，你左边就得收着写，你就不能再写这么宽了，是吧。哎，它都有一个收放的关系，有主笔，你有放出去的笔画就必然有收。那也有同学问说，老师是不是每个汉字里面都一定有主笔，一定有这个收放关系呢？当然不是的啊，哎，不是每个汉字里面都有这个收放关系的。比如说我们写这个口，你看这个口它没有延展性的笔画，没有放合来说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没有放就没有收，所以不是每个笔画，不是每个字里面都有主笔，一定有主笔，一定有这个收放关系的。你像它不带这些延展性的笔画的时候，对吧？我们写那个目光的目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有的字它就是一个比较方整的字体。你像那个，回家的回，它是带框架的，对不对？像这种字，它也没有什么收放关系，没有收也没有放，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啊，什么是主笔，什么是它的收放关系。我们怎么样去突出这个主笔，去强调这个收放关系？我们在突出主笔的时候，就是在强调这个收放关系。你就把其余的次要的部分，我们给它收紧，哎，笔画比较集中，写小一些，来衬托这个长的延展性的笔画，这个字它就会看上去怎么样，伸展，特别的舒展大方。哎，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呢要给大家强调的讲解的问题，就什么是个主笔，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强调这个收放关系，怎么样去突出这个主笔啊。好，我们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，你学会了吗？